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据圣安东尼奥快报记者 Jeff McDonald 报道，马刺球星德马尔德罗赞因为要回到洛杉矶照顾生病的父亲，将缺席今天与森林狼的比赛。来自球队的消息人确认，德罗赞的缺席与新冠无关。昨天马刺刚刚和森林狼打了一场比赛，德罗赞发挥出色，拿到赛季新高的38分，率队双加时125-122取得胜利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德罗赞也有可能但并未确定会缺席周三与雷霆的比赛，那也将是马刺最近这波连续5场客场之旅的最后一战。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再走啊老板。